掌握全世界哦。这个美国股市真的很难混啊！你看看，我们来看看道琼哦。道琼现在是这样子哦，这是道琼啊，道琼是这样子啊。实际上，全世界的股市都不好啦。那现在只剩下全世界的股市只剩下费城半导体还可以而已，其他都不好。亚洲市场上今天台股算客气的，才跌55点而已。亚洲市场上今天都跌超过1%，道琼不好。可是投资朋友，我们要静下心来想一下哦。费半还能够撑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道琼破，然后这个也很接近的啦。你看那个德国股市也很惨哦，费半，我们来看费半。费半并没有跌，费半都快要接近新高了。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做股票啊，怎么做？第一个，这么大的震荡，投资朋友，你不要弄一堆股票，不要弄一堆股票。你要做的是什么动作？就是单股。费半强，这是费半，你看它没有要下来。你看那个德国啊，我拿给你看德国股市，看到德国股市。德国股市破底啊，我看到日本股市今天也快破底了，所有的市场上都不妙了。照理说你现在全力做空还来得及，可是我们再想一下哦，还是很多不要涨停板呢。你像板卡哦，板卡啦哦，这个比特币啊，区块链啦，板卡这些都在涨。投资人，你告诉我它叫板卡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它是不是叫做 IC 设计？所有的板卡这些观念全部都是 IC 设计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费城半导体是这个样子，大家都跌到这里来了，只有费城半导体还是红棒在这边。它的原因，如果这样说哦，我已经跟大家讲，不要去碰，千万不要去碰钢铁股啊。这个你看，这个都跌成这样子了，钢铁啊，这个叫张元啊，我叫张元。我跟他讲说，不要被2027的这个所混淆了，不要被2027的大成高混淆了。钢铁股今天很惨，中红跌停板了，中红啊跌停板，你看中红跌停板，中红、啊、这是中红跌停板。这个贸易保护的、啊、贸易的这个保护主义盛起，什么时候会蔓延到电子股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敢跟你做预测。道琼这么弱。德国股市这么弱，英国股市也破底，日本也快破底，港股重挫，韩股重挫，今天跌55点算什么？原因什么？因为有一个费城半导体，而板卡，哦，这个比特币啊，这一类概念股继续大涨，它代表叫 IC 设计，而 IC 设计最强的，我认为啊，唯一能够跟这个叫 IC 设计的什么？这叫胜群。我认为唯一跟 IC 设计能够跟板卡接下来马上能涨上来的，一定是无线充电。被动元件虽然在动，那被动元件这一次起涨的原因是因为无线充电的关系。而无线充电当中哪一档股票基本面最好，本益比最低，都是亿，就是它。今天还算可以的，那你今天我们说我们单股啊，我们只有它而已啦，啊，你说老师啊，这样不是叫我们帮你抬轿啊，我们买在这里啦，啊，今天才出手而已啦，买在这里啦，啊，你说有没有涨？有啦，啊，有没有跌？没有啦，啊，有没有大涨？没有啦，但是会不会明天啊，本利比最低的无线充电明天就飙上去了呢？没得涨了，只剩 IC 设计。不是被动元件，我再讲一遍，费半能够拉的不是被动元件，是 IC 设计，是 IC 设计才能够带动的。同志们，你把我的话记起来，费半涨 IC 设计的，不是被动元件，板卡是 IC 设计，板卡这一块是 IC 设计，但板卡不会一直涨，明天轮到被动元，明天轮到什么？无线充电。本利比最低的无线充电就是它，今天23亿啊，因为它十几块涨停了，一度涨停了。但是我说也有4549联通啊，4919啦，有没有啊？6202的盛群啊，
圣灵涨比较多。但真正在被在这个无限充电里面最具基本面的是谁？就是乔威，就是乔威，最好的基本面，他的那个 QI 啊，那个无线充电器啊，在美国那个苹果概念，所以它也叫苹概股啊。苹果的这个商店啊，哈，卖到缺货了，已经卖到缺货了。我就看投资朋友你怎么想而已啊。它已经卖到缺货了啊，想一想我讲的，我认为它很有机会，单股而已啦，你守好停损点啊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停损守到，我们是一定会带进带出啦。那你自己守好你的停损点嘛，把我话想一想哦。今天事实上股市都不好，它还能够这样子？今天只有板卡在动而已啦，只有板卡在动而已。不要忽略我跟大家讲的话，股市不是这样子的，股市一定是有道理的，股市一定是有道理的。想想我讲的话，好戏现在才要开始，这样操作难度是越来越高。难度是越来越高，你一定要拿出你的策略跟方法。你要拿出你的策略跟方法，观念就在当下。最好观念就在当下。单股才是王道，你进可攻。你说老师，万一我要贸易保护主义啊，弥漫全球，然后从船产啊、原物料啊，弥漫到这个电子股，那你电子股卖掉就空了嘛，大概就没得救了。你心里有数，你单股就单股嘛，就怕你心里没数，就怕你心里没数，脑筋还在他们晃啊晃。好，我这边很简单，不用啰嗦，只剩费半而已，只剩费半在动而已。你去攻什么？攻 IC 设计 ，IC 设计里面板卡接板卡之外的比特币概念就是无线充电。6202圣群是指标，最悍的。最有题材的是什么？3078的乔威，把握3078乔威的一个买点跟卖点，单股让你可进可退。万一保护主义今天晚上美股科技股再大跌，这个不守不住，我们停损1%2%也没关系，那就要做空了，因为船产已经不对了。想一想我讲的话哦，好，今天一样那一句话，我告诉你哦。单股才是王道，单股才是王道。欢迎投资朋友，你加入我们进可攻退可守的单股系列。欢迎你加入我们东的会期3个月 VIP 冲刺班，资金集中1到2档，效率极大化，5折价，给你5折价，轻松付。单股你才能够进可攻退可守。也欢迎投资朋友你加入我的 Line@， 欢迎你加入我的 Line@。小老鼠 YES528， 小老鼠 YES528， 这个 ID 位置哦。再讲一次，只有单股才是王道，进可攻退可守。我们现在做多的原因是因为费半在涨，我们做费城半导体概念股当中的 IC 设计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？如果不对的话，我会带着你做空。台股新攻略，祝福你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